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款新颖的果蔬架。架子呢由八根横梁、两根立柱、一块背板、四个实木木框组合而成。卡扣式的安装不需要螺丝，非常的方便。它的颜色呢是磨砂黑，非常有质感。它的架子的尺寸呢是长52，宽35，高1.6米，层间距呢都是可以调节的。我们所采用的都是纯实木手工制作的无油漆环保的实木木框，它的尺寸是45×38.5，深度为14厘米，空间呢很大，可以容纳很多的水果和蔬菜。除了有原木色框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炭烧的木框供大家选择。这款木框呢坚实又耐用，上方呢为大家预留了一块可以贴 logo 的背板，底下呢有调节螺丝，用来调节高低不平。这款果蔬架大家喜欢吗？